Patrick 与好朋友生日快乐。 Patrick 在公园散紧步。 Julia 你好吗？Julia 送了些东西给 Patrick， 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她想邀请 Patrick 参加她的生日会啊。Patrick 当然立即答应了。生日会开始了，大家都为 Julia 送上生日祝福。大家过来啦， Julia 要吹蜡烛啦。喂喂喂， Patrick 你做乜嘢啊？应该是 Julia 吹蜡烛先啱，唔系你啊。唔好搞搞震啦 Patrick， 快啲俾返把刀俾 Julia 啦。哇，又有人生日啦。哦，原来是 Wayne 生日喎。咦， Patrick 他又想做什么呢？看看这礼物几靓。喂 Patrick， 那份是 Wayne 的礼物来的。不要啊 Patrick， 你做什么啊？不可以打开的。太迟了，他已经打开了 Wayne 的礼物了。唉，看来 Sam 还要帮 Patrick 执手尾添。Patrick 呢次真系太过分啦！今日系 Bobby 生日，一齐过嚟影张相先啦！大家准备，一二三，唉，又系 Patrick 捣乱，破坏咗张相啦！看来 Patrick 真的要好好学习礼貌啊。哇，这里布置到好靓哦。哦，原来今天是 Patrick 生日。Patrick 好小心地将生日蛋糕放在台上面。太好了。其他人都嚟齐啦，睇下 Patrick 啲礼物先。Wing 唔好打开啊，啲礼物系我噶。准备吹蜡烛啦，许个愿先啦。Oops， 蜡烛俾 Bobby 抢先吹熄咗。笑下啦 ，Patrick。一、二、三。Patrick 终于都明白在人哋嘅生日会捣蛋是不啱的。对不住啊。咦，点解大家会在度偷笑嘅？有另一个生日蛋糕嘅？生日快乐啊 Patrick。啊，原来大家想俾 Patrick 一个教训。Patrick 今日终于明白自己不啱啦。今次真系俾 Patrick 自己吹蜡烛啦，好嘢 ！Bobby 忍唔住想即刻食蛋糕。Bobby， 大家唔使担心 ，Bobby 只系想帮下手啫。做得好啊 ，Bobby。